来，水汉中间请。好的，先跟我们今天在场所有的来宾、粉丝以及今天在直播间收看我们妮维雅专场的粉丝们打个招呼，好不好？Hello， 大家好，我是妮维雅面部防晒及磨砂乳代言人张哲瀚。好，热情，我们感受到了。那其实对于今天来说，又是个新品的代言磨砂乳，有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包括这一个月的以内跟妮维雅的合作。其实很高兴能够成为妮维雅的面部防晒及磨砂乳的代言人。然后呢，多加了一个磨砂乳的代言人呢，感觉又不一样。哎，从面部到整个身体都得到了一个很好的滋养，人家的身心合一了，是吧？对对对，得到一个很好的滋养，因为确实经常，如果有时候经常劳累和熬夜啊，然后呢，内分泌如果不太正常，会有点失调的话，就会背上，很多人都会有背上会容易起一些小的颗粒、小痘痘、小状况，对对对，鸡皮。所以呢，就很需要这个磨砂乳去角质，然后呢，又可以得到一个养肤的效果。对，哲瀚说的很对啊，尤其是那我要 Q 一下我们的产品啊，就是品牌时间啊，我们这个磨砂乳里面呢，就是含有这个蓝白双珍珠微粒，是啊，白色的呢是微晶颗粒，可以非常温和的去角质，蓝色的是维他命 E， 所以可以非常到位的滋养肌肤，好的，我们感受到了这个身体乳的强大的魅力。我觉得不管女生男生今天下单就可以了。当然其实今天妮维雅对张哲瀚也有更多的呵护，也准备了一份特别的礼物要给到你。来，请李小姐送上我们的礼物。来，汪总，好，这个是我们精心准备的一个什么样的礼物呢？汪总给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好的，我们也是非常的激动啊，因为这个再次感谢跟哲瀚的这个完美合作。所以这个是品牌邀请这个粉丝啊，爱你的粉丝，在过去一段时间精心为你准备的三行情诗，还有他们的画作啊，满满都是爱，从内到外。哲瀚可以打开看一下好不好？我帮你把这个盒子拿着，然后这个可以拿出来，这个册子拿出来好了。对，是个册子，盒子我拿着好了。打开看一下，这个是妮维雅搜集了很多粉丝，有很多的文字在里面，三行情诗，你要不念一句好吧？找一段，念一句啊，念一个藏头诗：张目无尽春飞絮，折畔夏至碧燕啼，汉海壮阔平君月。哎，你看，非常的少一句的感觉。对，你要不加一句？三行情诗，他因为他这个主要是三行嘛，然后也是他们满满的收集到了对你的一些祝福。飞扬四溢妮维雅，哇，谢谢。飞扬四溢妮维雅，对，哲瀚真的很厉害，你看一看就是读书人，对不对？所以我们粉丝也是很喜欢读书的。其实感动嘛，收到这样的一份礼物，就是你要不其实我那个有经常看粉丝在写给我的一些留言啊，包括他们写的很长很长一段像观后感一样的东西啊，就说我这个角色能够带给他们一些感动，一些触碰到他们的地方。可能我觉得就是一部好的戏，一个好的角色，就是能给大家很多很好的一些解读。可能我演的时候并没有那么多的想法，我只是说完成好这个角色，然后投入进去饰演好这个角色，但是带给每个人的感动，带给每个人的感触都是不一样的。我觉得这就是给我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回馈吧，让我会去更用心的去诠释每一个角色。是的，我觉得我们一个优秀艺人一定会不断的努力给我们带来不同全新的作品，这是妮维雅看上哲瀚身上优秀的一个品质，对不对？我们希望我们品牌跟你的合作也能产生如此的共振，绵延不绝。好的，对，希望大家用了，每个人用完妮维雅的这个防晒也好，磨砂乳也好，哎，都会有不一样的感受，不一样的感觉。好，可以跟我们的妮维雅的官方可以互动一下，好不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开启我们的启动仪式了，好不好？今天作为我们的代言人，让我们有请到的是薛总上台，和哲瀚汪总一起为新品揭晓我们妮维雅奶香温润身体磨砂乳。来，我们
两边中间请，来请工作人员拿上我们的置物台，在中间，哦，也是蓝白相色，好不好？非常的温暖，好不好？我们全场一起倒计时，好不好？好，准备好了吗？好，五、四、三、二、一。好的，让我们终于看到了妮维雅小奶瓶磨砂乳的庐山真面目。稍后我们会为大家做一个产品的介绍，来请三位一起合影留念给我们的磨砂乳，好不好？来，请我们的现场所有的老师记录下来非常珍贵的这一刻。好的，谢谢，再次谢谢，谢谢两位老总，谢谢，谢谢哲瀚，来哲瀚留步一下，好吧，请工作人员来帮我们的一步台移步一下，好不好？来，哲瀚，哦，好温暖哦，亲自帮我们移动这个一步台，谢谢谢谢，我们礼仪小姐一并会离出哦，好贴心的一个艺人。当然，刚刚我们说到这个身体乳，其实女生男生都很重要，对不对？对，好。那它怎么用法，它有什么功效，我们今天也准备了一个非常好的短片，大家一起来看一下，我们一起欣赏一下。 OK， 你说你想要牛奶肌，那给你妮维雅小奶瓶，创新温和磨砂乳，呵护肌肤超温柔，微晶纤维素白颗粒，温和去角质，维 E 蓝珍珠微粒，滋养焕亮，不含皂基，轻柔起泡，让肌肤如牛奶般柔滑润泽。有没有心动呢？妮维雅小奶瓶磨砂乳，温柔实力派，撼动你的心。好，有没有心动？我相信今天现场所有的粉丝以及我们直播间正在收看我们直播的所有的粉丝都会心动，心动就赶紧下单哈。这个身体磨砂乳啊，真的是今天就在我们这里了，好不好？我们现在转移到另外一个区域。好，我们来关心一下，其实很多粉丝在关心哲瀚，最近因为真的是非常的辛苦，一直做活动之类的，然后跟粉丝分享一下最近的一些安排，好不好？最近还好，还可以，然后比之前在剧组里稍微轻松一些，稍微轻松。我觉得参加品牌活动，然后还有就是说也不管是线上线下的，然后比起拍戏来说还是轻松很多，然后每天都可以打扮得漂漂亮亮的，然后哈哈捯饬好自己，然后就是每天都很清爽，每天都很不像在剧组可能就是蓬头红面啊，然后呢要进入角色啊，然后要风吹雨淋啊，就是完全是不一样的感觉，就是感觉好像好像现在是个就是明星的状态，就是来参加很多活动，对。好真实的一个艺人啊，我觉得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稍微给自己可以调休一下，可能会更进入一个更好的一个状态。 对，这样的生活过久了就不想进剧组拍戏了。还是要的，对不对？对对对，不，下一次进剧组的时候带上妮维雅的面部跟我们的这个身体乳， okay, okay. 可以更好的亲那个，就是让你说的很舒爽，对不对？那当然了，其实今天我们想问一下哲瀚，刚刚说了也有很多优秀的作品，大家也看到了，有没有一个角色是特别想尝试的但现在一直没有去尝试的角色？还没有演过像类似医生啊，然后律师啊，宇航员啊，然后这类的比较职业化的一些角色吧。是，对，好，好，这个都是很崇高的一个职业，我们希望未来哲瀚可以饰演，我们也一起期待一下，好不好？好，当然了，除了演戏以外呢，我们知道张哲瀚对音乐作品也是有自己追求的，最近有一首歌环绕啊，我一直在歌单，我也在环绕在听。那接下来我们玩一个粉丝小互动，好不好？跟大家 好，我们有一个新歌给一个暗号，就是你给一个口令，我们既然来到我们妮维雅的直播间，我们会送出很多礼物送给大家，给一个口令让他们来刷屏，我们抽取一位朋友送出礼物，好不好？就给一个口号，口号，然后他们会在直播间来刷屏，刷了，然后我们结束，对对对对，抽奖，好不好？这个口号就是一个微笑就好，
为什么是一个微笑就好？这是我歌词里哦，对，好，一个微笑就好，好不好？对，来，我们手机就在这里了，好不好？一个微笑就好。来，我们大家已经在刷屏了，好，小哲帮我们来截屏，好不好？一个微笑就好，大家可以刷，好不好？我们截屏当中第一位粉丝，我们就会送出一个微笑就好，一个微笑就好。他们还没刷呢，对。好，我们稍等一下，我听到底下人一直在说一个微笑就好。好，还没刷呢，还没刷，因为今天收看我们直播间的人太多了，他们一直在滚屏在当中。当然我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我们要送出的礼物，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要送出的是我们一个礼盒，138元的一个礼盒要送给大家啊，好不好？来送给大家，好不好？好，还在刷医生、律师、宇航员，大家可以刷一下，一个微笑就好，好不好？一个微笑就好，快点，我心思很急。我们还会送出的是一个非常可爱的表情冰箱贴送给大家。哲瀚最喜欢哪个表情？六个表情包的冰箱贴，想不想要？好，来，都挺好的。都挺好的，对，选不出来，反正都很可爱，好不好？然后我们会送出，大家已经在刷屏了，还没有刷。来，一个微笑，一个微笑就 好，是不是没听见？来，都刷了，都刷了。OK， 是来，你截屏好不好？ Okay, 来，哲瀚截屏，要不我，上面你说3、2、1，我来截好了。没事，我来。好，3、2、1，选一位，几位？选一位，第一位。3、2、1 ，OK， 好。好，我们来看究竟哪位粉丝。是阿仙啊。好，是阿仙啊。好，恭喜这位朋友啊，你的礼物可以来我们的这个跟我们的工作人员来领取，好不好？那我们知道哲瀚其实拍戏比较辛苦，这个皮肤状态真的能扛能打，真的非常好。平时有什么护肤的小妙招？我觉得只要是在户外啊，就是我最重要的就是防晒。哎，防晒是抗衰老和保护皮肤的，就是一个保护膜。是，就是如果你是特别，我还喜欢打高尔夫，我真的是，我是过大概1个小时、2个小时就得涂一次，然后就是随身会带一支小管，对，然后不停的抹补防晒，因为这个紫外线真的很强烈。因为防晒它其实是好像是2个小时之后，它的那个效力就没有那么好，减退了。对对对，所以它得2个小时补一次。是，所以大家记住了，一定要用防晒。当然，今天我们说到的身体磨砂乳，对不对？就在这里了。好，你对身体磨砂乳应该是比较有研究的，对不对？对，因为一般来说，身体磨砂乳的话不能够每天使用。是，但是呢，妮维雅这个身体磨砂乳就集磨砂、沐浴、养肤3个步骤合一。就是可以每天用的磨砂乳。当时我拍这条广告的时候就问他们可以每天用吗？他说可以每天用，说明他们的质地就是非常的轻柔，然后清洁效果可能也是非常的。你有没有涂到手上给他展示一下？好不好？好，好，来，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好不好？来，张哲瀚涂身体乳。我这个手非常的厉害。来，他说他的手很厉害，为什么厉害呢？每天都在涂不一样的产品。好，感受一下我们的磨砂乳，味道把我刚刚在手上涂的防晒可能都洗掉了，是味道很好，我觉得。对对对，而且就是它没有它的那个不会有那么磨砂的那个感觉，不会有那么强烈，它还是很润的一种感觉。对，它不会刺激我们的皮肤。对，当然我们这里边有一个2种颗粒跟大家说一下哈。对，一个是白珍珠颗粒，对吧？然后是可以达到一个去角质的功效。还有一个是蓝珍珠颗粒，是可以达到一个温和滋养的一个功效。好，对，所以把主持人的所有话都说完了，非常的专业哈。我们的磨砂乳，好不好？给我一张纸。好的，来，我们请工作人员给上一个湿纸巾，好不好？来，这里就可以擦一下，好不好？来，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哲瀚其实刚才说的非常的好，就是蓝白的颗粒是非常重要的，是我们里边的重要的一个成分。所有的磨砂乳大家一定要去用，一定要下单。我跟大家说一下怎么去下单，好不好？我们今天
我们在7月10号跟7月20号期间上妮维雅旗舰店进行兑换，大家有一个兑换卡就能成为第一批收到张哲瀚同款磨砂乳的礼盒的粉丝。来给大家看怎么兑换，在我手上好不好？来，我们给一个静静给大家看一下第一个兑换的流程。好，商品购买页面点击我们的右下角立即购买，到我们的付款页面选择品牌兑换卡一次兑换。哦，这个先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操作步骤好不好？第一个是点击淘宝页面右下角我的淘宝页，在这里点击代付款，然后点击左上角全部页，然后找到订单点击去兑换就可以了。然后呢还有一个兑换什么，我们的海报，所以呢你就选择品牌兑换卡，又点击右下角提交订单，支付成功就完成你所有的兑换了。我再跟大家说一次，7月10号到20号期间去兑换就没有任何问题了。我们送出的是哲瀚的这样的一个海报，给大家展示一下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的海报送给大家好不好？好，我们也说了一定要去兑换好不好？下单就兑换，我们就会送出我们的海报。怎么样，今天我们给你的粉丝真的是福利会非常的多，对不对？嗯，好，我们再说了哈，就是其实很多人在洗澡的时候会听歌，像我本人就很放松。 OK， 好，你洗澡的时候会听歌吗？洗澡的时候听歌？对，会放音乐吗？诶，洗澡的时候应该唱歌吧，就是因为洗澡的时候音响应该离你比较远吧？对，可能早上起床的时候可能会，醒不了的时候可能会听歌。对，可能我们唱的没有哲瀚好，所以你会唱哪种类型的音乐作品？哪种类型？就是你洗澡的时候唱歌的时候。洗澡的时候唱的歌可能就比较恐怖。哎，为什么？比如说像什么死了都要爱呀、啊，像什么离歌呀、哎，阿信的这种歌，哈。现在没有在洗澡，不好意思。好，等有一天我们自己在家偷偷洗澡的时候，我们就唱死了都要爱好不好？对，因为不是洗澡的时候人很热嘛，然后呢、嗯、这个时候声音状态也比较打开，就适合飙飙高音啊，然后练练高音这种感觉。嗯、好，接下来我们跟所有粉丝来一个互动好不好？我们也会送出礼物的，然后我们一个一个送。就是我们今天也来聊聊为什么选择这个答案。哲瀚手上有 ABC 三个选择，比如说我出第一个题、嗯、晚上回到家里心情很好，这个时候洗澡你会放什么音乐？ A 随机播放给你惊喜的音乐， B 热门榜单可以跟唱的， C 劲歌舞曲能够想跳舞的。等一下先不回答，让我们直播间的粉丝先回答、okay. 然后哲瀚再回答，因为我们会送出他们礼物，看跟哲瀚是一样的吗？ okay. OK OK 好不好？来，大家选一下、哦、A 是你们猜猜哲瀚会放什么样的音乐， A 是随机播放给你惊喜的， B 是热门榜单可以跟唱的， C 是劲歌舞曲能够想跳舞的。我估计等他们刷了就你们猜 C 对不对？我们看一下直播间他们给的是 A， 还在一个微笑就好呢。哎，真的是直播间的朋友可能比现场的朋友晚了大概10分钟。哦，有人说了 B， 有人说 C， 我们请哲瀚揭晓正确答案好不好？来，3、2、1 B 热门榜单可以跟唱的。对，为什么？因为洗澡的时候不太适合做太剧烈的动作，你还得抹身体乳呢，是不是？抹磨砂乳呢，怎么能做太剧烈的动作呢？轻快一点，对，那个舌体来边唱，这个时候嘴就可以跟着一起唱了。对，边涂磨砂乳边跟着唱。对，好，来第二个啊，我们运动完回家，这个哎，我们啊刚才忘记抽奖送给大家了。Okay. 好，来刚才回答 B 的朋友，来我们截个屏好不好？朋友3、2、1截屏。哎呦，关了。哎，好，给我们小小的互动一下。那你说我来截好不好？好，好，3、2、1。好，我们来看一下。好，第一个。新粉 EUNICE 伟的朋友好不好？恭喜你，去后台领取你的礼物好不好？来第二个，运动完回家这个时候洗澡你会，刚才我说了，他说晚上回到家里，运动完回到家里这个时候洗澡你会放什么类型的音乐？ A 舒缓的， B 欢快的， C 节奏感强的。我猜是 C， 反正啊，大家也可以来猜一猜。怎么老洗澡呢？可能因为用我们的这个身体乳磨砂乳啊。OK， 好， okay. 来
运动完回家。对。A 舒缓 ，B 欢快 ，C 节奏感强。应该会 C 吧 ？C 节奏感强的，来，嗯，三，很多粉丝都说 C。三二一，没截到，再来一次。结果没有选 C 的。对。三二一。哎，哎，还是哦，有是我们的铁粉，好吧？第三位朋友，来去我们直播间领取你的礼物，好不好？第三个，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回到家很疲惫，这个时候洗澡，你会放什么类型的音乐 ？A 民谣 ，B 流行，三摇滚。嗯，很疲惫，我觉得会听流行吧。流行，对，是 B。嗯，为什么疲惫的时候听点流行歌曲？因为我其实很少很少听民谣类型的歌曲。嗯，啊，好，对，来，我们来看一下 B B B。好，守护这位朋友来联系我们的客服端哈，领取你的奖品。再次恭喜大家了。那其实游戏的最后呢，哲瀚最近听的音乐风格我们也知道是非常多的。最近在听什么样的音乐风格？跟大家分享一下。嗯，最近都在听那个新专辑的 demo， 嗯，在学习。好，哦，嗯，对，好，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好不好？那当然感谢哲瀚的一些分享，提醒大家跟我们互动的同时，当然不要忘了关注今天直播间的限定礼盒，我们的美白防晒礼盒跟小奶瓶的磨砂乳礼盒，礼盒内分别有哲瀚的明信片、冰箱贴以及海报，好不好？那我们知道现场也准备了个小游戏，哲瀚我们知道对高尔夫是有很高的一个追求的，天天喜欢打高尔夫，对不对？嗯嗯。今天我们又来打高尔夫了啊！ Okay. 我们今天打的是桌上高尔夫，好不好？好，我们移步到我们的高尔夫球场，好不好？来，我们的桌上高尔夫来了。好，这个你在这边哈。好，来，这里我们放了三个，就是一个是签名冰箱贴一份，一个是签名防晒礼盒一份，一个是签名海报一张。其实，在桌上打高尔夫，我觉得有一点点难度的，你这个力量不能太大。嗯，就说我打到哪个地方最近，我们会送出礼物啊，两份送给我们直播间的朋友，好不好？一人一份。好，我们先看第一个。好，没礼物。没有，送出的是海洋球，离得比较近。哦，来，我们再来一次，两杆啊！来，我们控制一下手部的力量。没礼物。来，我接着，来。好，这正是试两个，试两下，跟大家娱乐一下。好，第一个是离得最近的，离得近。好，签名冰箱贴一份，好不好？来，再挥一杆。再挥一杆啊！打到这里看一下，第三个。哇！从我这里是一条直线，好不好？偏差一点点。是离得最近的 ，OK， 是签名海报一张 ，OK， 那我们就说说我们这次新品磨砂乳的昵称好不好？我们来截屏，一个是送出的是签名冰箱贴一份，一个送出签名海报一张，好不好？来，我们的这个就直接截屏送出粉丝好不好？来，好，三二一，第一位的朋友，好不好？好。喝了一罐可乐送给你，好不好？我们的第一份就是我们的签名海报一张。我们第二位朋友是他说小奶瓶 OK， 是我们的新粉。来，MA 打头的好不好？马打头的好，你联系我们的粉丝联系我们的客服，送出我们的礼物。好，今天在现场我们要送出一份礼物，请李怡小姐递上我们的手幅好不好？现场粉丝有福利喽。今天粉丝们蛮淡定的，我觉得可能人比较少。好，这个是什么？都亲笔签名一下。有两份，一份是海报跟我们的冰箱贴，是送给我们直播间的宝宝的。然后接下来现场有礼物送给你们哦，准备好了吗？这个是送给他们的，这个是送给你们的。
这个呢？这个是送给直播间的粉丝的。这个呢？直播间的粉丝。OK， 好的，来，我们直播间的粉丝，其实你中奖了之后跟我们客服去领取就好了。现场粉丝，哲瀚来点，好不好？平时这个以前说数字，你应该会就是猜得很准，对不对？猜数字的话，今天粉丝在四到八排，你首先选一排，好不好？六排六座。六排几座？六排六座。六排六座哪位？嗯，好，挥挥手，好，我们看到你了。为什么第一个就是六排六座？比较吉利，六六大顺嘛。六六大顺，也希望我们今天销量也是六六大顺，好不好？恭喜你！来，一会儿工作人员会跟你说送出我们的这个你的磨砂乳礼盒送给你，好不好？以及我们的这个，好不好？我们的手幅送给你。今天其实现场来了很多的粉丝，包括我们直播间有很多的粉丝朋友，好不好？来，今天我们请李怡小姐把我们的这个撤一下，好不好？请，谢谢你。来，好的，接下来我们刚才聊一下，我们接下来要聊聊防晒，好不好？就是我们要移步一下，好不好？我们到移步这个区域去聊聊防晒， okay. 好吧？好，好，聊聊防晒。我们的小粉管，您在这，我坐这 ，OK。好的，来，刚刚哲瀚说了，其实你对防晒是有自己的一些要求的哈，简单再跟大家说一下，好不好？就是大家一定要多注意防晒，然后不要偷懒啊、阴天啊，或者是雨天啊，不管是湿，要偷懒啊、阴天啊，或者是雨天啊，不管是室内室。来双重认证。一个防晒，所以呢不仅可以防晒还可以美白，是如果大家喜欢的话，这个防晒霜推荐给大家，既可以防晒又可以美白。我们说一下，今天我们在线上下单的话，防晒小粉管和小黄管日常是99元一支，那今天的单只要69块钱，买任意两支只需要138块钱，而且附赠的是我们哲瀚的海报，就在我手上了，给大家展示一下，好吧？就在我手上，啊，记得是勾选海报。我没有完全打开，好吧？来，各位可以去下单一下。当然，接下来我们要继续跟大家互动很多的问题了，好不好？一共有3个问题跟大家互动一下，我们会抽取朋友，抽取所有的粉丝送给你们，好不好？我们先给出一些哲瀚来给他们出题，好不好？哲瀚，你觉得要出一些难的还是简单的？都可以，都可以。好。那你出第一个题好不好？我就是问线上的粉丝，问线上所有的直播间的粉丝，问大家室内需要做防晒吗？很专业。好，我是这样的，线下的粉丝直接回答了，但是我们线上粉丝要等1分钟，你说 A 跟 B， 我们来选题好不好？室内需要防晒吗？ A 要， B不要。好，请选择。好，我们1分钟时间来抽取这个获奖的者。其实室内要防晒吗？刚才其实你的粉丝已经回答了要，为什么呢？你觉得？像我们拍戏来说，因为室内啊，像这种我们每天都要面对镜头和灯光，光的紫外线是非常的强的，有的很大的灯光，包括你室内的各种各样的灯光，包括其实我觉得防晒还有。可以隔绝到一些空气中的粉尘之类 的东西，我觉得都是一个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效果。对，其实防晒以前我们会觉得，哎，防晒它可能只是一个哦，我不要变黑。其实防晒就是像哲瀚说的，它其实抗衰更重要。对，对吧？对对 对。好，我们刚才很多人回答了 A， 就是要防晒。我们1分钟差不多到时间了吗？到了吗？他们已经刷起来了。好，很多人在刷 A。好，我们1分钟到了之后就跟我们说，好不好？好，来，好了吗？到了。还有 OK， 还有5秒啊。5、4、3、2、1，三结二一。好了，结完了。好的。好，哲瀚
忍不住要给大家送礼物。好，恭喜这位朋友，好不好？来，去我们后台领取属于你的礼物。来，第二题，哲瀚，请出题。好，第二题是，好，它上面写，这一次我要出一道有难度的了。SPF 指数是什么意思 ？A. 日光防晒系数 ，B. 紫外线强度。好 ，A. 日光防晒系数 ，B. 紫外线强度，请选择。有人说 A， 有人说 B。其实我对这个，SPF 我只知道50加嘛。对对对，它的那个指数嘛。对，今天给大家讲一下这个 SPF， 其实日光防晒系数也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防 UVB。SPF 指数其实越高，就是防晒、防那个晒伤、防晒老的功能就越强。其实今天我们来到妮维雅给大家科普了这一点，我以前是不懂的。这个其实我觉得还挺好懂的，因为它不能说在你的防晒瓶里面说告诉你我的防晒是防紫外线的强度、啊、对，它可能是肯定是防晒的它这个指数系数，是，对对对、啊、好，我们大概今天了解了一点点，好不好？好，哲瀚给我们科普了它的指数，好吧，我们时间到了。好，到了。好的，来。好，三二一，截屏。等一下，稍等一下。来，你再说一声。好，三二一，截屏。好的，恭喜这位朋友，第一位朋友哈，去我们后台领取属于你的礼物。来，第三题。好，第三题就是。防晒霜一般需要多长时间补涂一次 ？A. 3到4个小时 ，B. 1天1次 ，3 C. 随心。其实哲瀚在之前给大家已经说了一点点，我们在那边的时候说防晒的话，因为我涂的话一般就是早上起来涂一次，一天就不涂了。其实你看我最后晒的这个衰老程度也很厉害。没有，其实我觉得因为如果一直要补还是挺麻烦的、就是比如说我们上妆了，其实很多时候你的粉底啊或者什么都会有这个防晒的效果。其实除非你真的去打高尔夫，户外的运动比较强烈的 话我觉得需要3到4个小时补一次。而且关键是像哲瀚说要多补，是因为你看我们这个多轻便呀。对，有些那个防晒的话它可能比较大，体量比较大，对，这个就像刚刚轻轻一挤就容量很足，对吧，揣在兜里，对对，放在小包里女生都可以。所以今天大家赶紧去下单好不好，还送我们的海报一张，好不好？来，我们时间差不多了，来。好，三二一，三二一，好，所以答案是我们的啊、严思思，恭喜你回答正确，好不好？去我们的后台去领取我们的礼物，好不好？好，这三个问题我们都答疑解惑了，也送出了我们所有的礼物，所以大家其实今天是非常热情的，所以今天我们继续送福利，好不好？好，接下来我们要送的是，我们就直接抽取粉丝好不好，让大家说我们的这个叫什么名字，我们的这个防晒霜好不好，线上的朋友一点机会吗，好不好？就是我们大家反正是个大家庭，好不好？来，大家其实已经答案 给出大家了，大家可以刷屏了，好不好？刷我们的小分管就可以了，哲瀚会抽出礼物。抽什么？送什么礼物？送的礼物我们已经为他们准备好了，有你的亲笔海报，也有我们的一些发售的新品 okay, 送给大家。好，直接抽是吧？小分管，刷小分管。你说。好，三二一。好，来，恭喜我们的薄荷以及 Wall， 恭喜两位获得了我们的礼物，到时候跟我们的客服去领取。当然现场的所有粉丝也有礼物，对不对？对，好，在这之前我们还再玩个小小的互动，好不好？礼物最后留给你们，
我们接下来要叠个罗汉，这是这个台面，好，在这里，来，就这里。哲瀚，因为我们知道，其实高尔夫篮球打得特别好，我不知道小游戏玩的好吗？嗯嗯，怎么叠？来，整个这样叠。当然，这个叠罗汉的时候，我们也有一些问题，快问快答的形式要问到你，好不好？哦，好，我好像已经给你叠了四个了，这不是好吧？很简单吗？不是，这个你就这个太简单了，我们是从侧面。这样 okay, 好吧 好，我们三二一起开始好不好，来三二一，好，问一下哲瀚每天中午都喜欢吃什么，中午都吃什么、中午吃主食，你中午吃主食的，对，吃碳水吗，碳水是什么，就饭，哎，饭，面条，饭，面条，米饭，吃哦，好的好的，来，请问哲瀚能去旅游的话夏天想去哪里玩，国内吗，对，我觉得夏天进藏可能比较好一些，西藏非常美丽，景色非常好，而且很凉爽，好不好，来第三个，最喜欢粉丝夸你什么，夸我什么，粉丝们夸我的太多了，可以不用夸了， 我跟你说一下，现在最关键的时候到了，但是他真的很厉害了，今天我们工作人员搭了三个就下去了，好，请问最近发生过一件很好笑和很意外的事情是什么，很好笑，他们都替我回答了，小雨坚强，哈，很意外的一件事情呢，也是好，好，请问一下张哲瀚每天有没有涂防晒， Every day，涂的是我们妮维雅的防晒，对不对，没错，我还想知道一下怎么让一个不爱运动的人动起来，我真的很讨厌运动，这是谁写的，我其实挺喜欢运动的好，怎么让一个不爱运动的人动起来，失败，已经很不错了，掌声送给哲瀚好吗，因为其实它中间很滑所以它不好叠，但是我们的工作人员想给你出点难度，知道对于你来说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OK，好，原来倒了，问题就结束了。是，你是不是说第一个就倒了？早点倒啊！好，你要不倒的话，我们追加问题，再问十个问题，好不好 ？OK，OK，好，来，今天现场我们选粉丝，好不好？来送出我们的礼物，好不好？好，我们四到六排的朋友，好不好？你选一个四到六排，选四五六排，随便选一排。那就四排十号吧，四排十号是哪位朋友，来，哦，欢迎你，欢迎你，来，我们送出我们的礼物好不好，哇，太棒了，今天在线上线下的粉丝都拿到了很多的福利，也感受到了我们哲瀚非常亲民的一面，当然接下来我们妮维雅的一贯的惯例有一个大合影的时间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大合影好不好，大家准备好秩序好不好，来，我们给一个自拍杆给到哲瀚好不好，来，好的，准备好你们的笑脸了吗，好，来，舞台中间一点点，小心小心哦，我好，我们所有保持秩序好不好，谢谢大家，好，三二一，按键在哲瀚自己的手上，哲瀚非常用心，每个镜头都照顾到了，好的，谢谢，再次谢谢大家，谢谢，来，我们请工作人员收好，对不对，来、okay. 我们直播也进入到最后的尾声了，然后今天也感受到了现场所有朋友的热情，以及直播间上
所有粉丝热情。我觉得哲瀚到后最后有什么祝福送给我们所有的朋友好不好？希望大家都可以注意好防晒，然后呢保护好你们的皮肤，每天都可以白白的，然后呢青春活力让人看起来，然后呢也可以用我们的磨砂乳在你结束一天的疲惫之后给大家一个很好的一个护肤的体验，然后呢美香香的躺在床上美美的睡一觉，我觉得都是从头到脚都可以一个很棒的一个舒缓的体验吧。对，是，就是爱别人也要爱自己，对吧？把自己整理好也是真的是更加的呵护自己，所以要选择妮维雅。最后我们三二一起喊出我们一个口号好不好？撼动我心，要护同行，好不好？三二一，谢谢，再次谢谢今天现场所有来宾以及我们线上所有的粉丝朋友，再次谢谢各位喜欢我们的妮维雅，喜欢我们的张哲瀚，也希望各位可以继续支持我们的哲瀚，谢谢你，谢谢哲瀚，谢谢，谢谢。好，谢谢，我们先后台，谢谢，好，谢谢，再次谢谢所有的朋友，谢谢。